送上机车，狂催油门，一手扶着安全帽，帽子都还来不及戴好，表情十分慌张。原来他刚抢完别人的手机，紧张到一度还骑错方向。陈姓男子在18号晚上11点和被害的陶姓女子相约在天母广场面交手机，他到了现场以后，直接把手机抢走，接着坐上机车加速离开。iPhone 11 Pro 最新手机，新机要价40000元，但有民众续约，手上多了一只空机，拿到社团拍卖。28岁陈姓男子看到对方出价，立刻联络，刻意约晚上11点面交。陈姓男子一看到手机，直接一把抢走，跳上机车快速逃逸，最后用19000元贱卖。不到24小时，警方就在新北市永和住家抓到犯嫌。警方将陈嫌查缉到案时，该抢得的 iPhone 11手机已经由网络变卖。陈姓犯嫌过去就有吸毒前科，声称刚因抢夺案出狱，前一天先到南港偷车，假面交真行抢，全是为了买毒品。这下设局抢手机，恐怕又得回到牢狱生活。记者林俊峰、陈一儒台北采访报道。